啊，师傅，谢谢。一定要爱爱要，如果没有压力，就不想打发。然后后来我一直发现说，我们职业不是365好吗？其实当兄弟也是一样，应该是365，因为兄弟他也要养家糊口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他开赌场啊或干嘛，也应该他在做生意嘛，也要养家，对。所以兄弟这个不好演，而且在他那个众会县的老大人嘛，这个状况有一点差错的话，他的儿子啊，他的谁啊，都会出来跳出来讲话。我老爸不行，你外面刚他说到啊。所以事情有些稍微做下停。有，我有跟他，而且跟师兄还有详细的聊过，但是他真的是很伟大，杀父之仇能够被这个直接给感化，然后放下一些的，这个实在是太伟大了，真的。龙哥越来越帅，越来越有实力，然后现在戏约又不断，今年好多作品，有没有最近新的在忙什么？跟他预告一下。最近在忙的一个东森的第一档的八点档。还有一个结缘的爱情故事，他说这样子，应该没有，就这样子，谢谢，那边在晃，我看到，很快，没事，好，我们谢谢老哥，谢谢，恭喜，拜拜，左边是朱部长。右边是朱部长，我们这里，老板中间，来这边。